接下来呢，这个动作其实也挺简单的，就是我需要一个嘉宾配合我。又需要人配合。对对对。马丁，我仔细想了一下，我觉得我那个尝试交火柴应该是最高世界难度，接下来这个挑战看起来会容易一些，所以我就不出手啊，由杨老师来出手。好，我就这个，我就这个。其实这个动作也是很简单，面对着我站着不动就可以。听着有点不妙，你知道吗？刚才马老师那个是初级的。啊，哦，你看你不是最高级的，对，你别跑。啊，对，面对着我双腿分开，千万不要动，真的。我转身360度击打头顶苹果，可以把眼睛闭上。不动啊，千万别动啊。我佩服你，我佩服你。转身的过来等于是盲打嘛，所以这个有点吓人。哦，刚刚呢，大家看到的是转身360度横扫苹果，我觉得呢一点都不够刺激，可能有的人看过。接下来呢，就是这个苹果放到头上，刚刚是横扫，我觉得不刺激，可以这样吗？竖劈啊。竖劈可以吗？其实呢，这个动作，这个绝技，我练了成了绝技，他练成了铁头功。易静，你先别说，我就问你一个问题：之前有失手过吗？这个要失手，可能真的很严重。就没有失手过是吧？对的。好，那我放心了。好，大家屏住呼吸啊，眼睛瞪大。表演的都是睁眼睛的，我觉得接下来给眼睛闭上，对，蒙起来。